三，效果。如果人生有如果。我想去更广阔的地方看看，就是想要努力的让日子可以稍微精彩一点。有请总经理。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，别让自己后悔。我能做您的助理吗？我会努力的。我就觉得乐山好啊，生活成本低，最重要的是男朋友在我身边。走了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北京上海都幸福一万倍。每天高峰时段挤地铁，睡眠不足六个小时。才受这么一点小小的委屈你就受不了了？有你这样算计下属的上司，这不公平。我再不出去工作的话，我要跟社会脱节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了，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我的人生能稍微不平凡一点，也许生活总要有取舍。我很庆幸有你陪在我的身边，我尽我所能不让你再受委屈。如果人生有如果，你看见自己向往的生活了吗？